原标题，施琅一举收复台湾，本还想继续灭掉日本，康熙为何要阻止他？明朝灭亡之后，在南方还有一个政权叫南明，是由明朝宗室族人建立的。鼎鼎大名的郑成功原本是南明的将领，后来清朝入关后，郑成功只好逃往台湾，当时叫琉球岛。郑成功去台湾是在公元1661年，当时台湾被荷兰殖民者占领，郑成功经过9个月奋战，终于赶跑荷兰殖民者，成功收复台湾。郑成功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，此后郑氏家族在台湾位高权重，堪称土皇帝。当时郑成功手下有个将领叫施琅，深得郑成功信任，不料郑死后，其子郑经怀疑施琅要谋反，所以灭了他全家，于是施琅投降了清朝。他要报仇，康熙是个爱财的人，他对施琅非常重用，让他担任清朝统南总兵，负责训练水军，以便将来收复台湾。公元1683年，施琅终于带着20000多大清水师、200多艘战舰开往台湾。当时台湾当权者是郑克爽，也是就被韦小宝抢走老婆那一位。面对施琅的进攻，郑克爽很快就投降了，从此台湾变成清朝的一部分，又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施琅轻而易举就收复了台湾，本来他还想继续把倭国也给平定了，倭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。当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期间，施琅要灭掉他如螳螂取物，于是他给康熙皇帝上书。康熙看完施琅的请求后，竟然拒绝了他的提议，放他放弃灭掉日本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要知道当时的日本对大清而言就像一只小蚂蚁，轻轻一捏就死掉了。仔细分析原因，主要是康熙当时要对付三藩，而且噶尔丹又在闹事，康熙不敢把注意力转移到日本，加上一时疏忽，最终施琅没有康熙的命令，也就不敢继续去攻打日本了。假如当时康熙咬咬牙让施琅一举把日本给灭掉了，那么日本就会成为中国一个省，日后哪里还有什么明治维新，更不可能有什么918事变、卢沟桥事变、南京大屠杀等等了。不得不说，康熙皇帝阻止施琅灭掉日本是他一生战略上最大的错误，而这个错误让后来无数国人吃了日本的大亏。参考文献：清史稿卷260列传47、台湾通史卷30列传2等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